本节目由鸿海教育基金会赞助播出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声音是怎么传递的，是通过声带震动，通过空气传到你的耳朵里。所有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原理。看你们都没精神，那我们今天不要上课好了。耶，下课了。看你这么有精神，那我们继续上课好了。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毕达哥拉斯的故事。那谁啊？毕达哥拉斯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哦。他文质彬彬，有礼貌，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有才华。不过因为剧情需要，所以他是一个 rocker。屁啦！真的，毕达哥拉斯可是非常喜欢 rock 的哦。有一天啊，就在他经过铁匠铺的时候，这声音，这节奏，真的是太 rock 了！师傅，为什么你刚刚敲出来的声音有高有低啊？这个啊，用心敲就能敲出好声音啊。那师傅，你就用心听我的节奏吧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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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玩我？哎呀，不是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哎呀，不然给我。哎，拿来。不管拿来。怎么没声音了？我也不知道呢。那我再一次。手在震动。果然，声音是靠热觉震动传递的吗？太 rock 了！我们数学课学到的毕氏定理的发明人毕达哥拉斯，除了喜欢数学外，还对音乐非常有兴趣。传说某天毕达哥拉斯在铁匠铺里听到铁匠叮叮咚咚打铁的声音，他发现铁针被铁锤敲击后开始震动并发出声音，铁锤敲在比较小的铁针上就会有比较高的声音，铁锤敲在比较大的铁针上则会有比较低的声音。如果把手放在发出声音的铁针上，声音就会消失，所以他认为声音其实来自于物体的震动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，毕达哥拉斯对许多乐器进行测试，结果他发现只要弦变长或变松，震动就会变慢，这时音调就会变低，而弦变短或是变紧，震动就会变快，而音调就会变高。这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，声音的高低取决于震动的快慢，而震动的快或是不快则受到长短或是松紧的影响。声音其实透过震动经过介质再传到我耳朵里，就像我能听到你讲话，你能听到我讲话一样。老师啊，还不可以下课吗？先等等，精彩的还没来呢，我还要重现毕达哥拉斯的实验。声音呢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什么？本来不想要那招的，忍术，超级动态视力之术。哦，有震动，是不是和毕达哥拉斯说的一样啊？是。Yes。老师，可以下课了吗？你是不是还想听毕达哥拉斯的故事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就知道，在锤子之后啊，毕达哥拉斯还提出了天体音乐哦。什么天体音乐？这个天体音乐啊，据说是毕达哥拉斯晚上的时候做梦梦到的。啊，可恶！下课，下课。
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来自宇宙的声音了，这真的是太 rock 了！老师，这次终于下课了吧？想走？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呢。啊！究竟波伊尔老师什么时候才会让学生下课呢？难道他晚上都不用回家吗？还是说其实教室就是他的家呢？下集听见宇宙的声音二，本月18号准时上映。哎，你知道以前17、18世纪上课的时候，大部分都像家教一样是一对一的吗？哦，所以影片里面才只有老师和学生两个人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刚好当天缺